方波者波罗蜜经遥擎天竺三藏鸠摩罗什地竺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其数计孤独人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聚故尔时世尊时时着衣持钵入舍卫大城起时于其城中四地起以还至本处饭食起收衣钵起足以辅坐而坐时长老须菩提在大众中即从坐起偏袒右肩右膝着地合掌恭敬而白佛言希有世尊如来善护念诸菩萨善护助诸菩萨世尊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因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佛言善哉善哉须菩提如汝所说如来善护念诸菩萨善护助诸菩萨汝今谛听当为汝说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因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为然世尊愿要语闻佛告须菩提诸菩萨摩诃萨因如是降伏其心所有一切众生之类若卵生若胎生若湿生若化生若有色若无色若有想若无想若非有想非无想我皆令入无余涅盘而涅度之如是涅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使无众生得涅度者何以不须菩提若菩萨有我向人向众生向受者想即非菩萨复次须菩提菩萨于法应无所住行于不施所谓不住色不施不住声香味触法不施须菩提菩萨应如是不施不住于相何以故若菩萨不住相不施其福德不可思量须菩提于意云何东方虚空可思量否否也世尊须菩提南西北方四维上下虚空可思量否否也世尊须菩提菩萨无住相不施福德亦复如是不可思量须菩提菩萨但应如所教住须菩提于意云何可以身相见如来否否也世尊不可以身相得见如来何以不如来所说身相即非身相佛告须菩提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须菩提白佛言世尊颇有众生得闻如是言说章句生时信否佛告须菩提莫作是说如来灭后后五百岁有持戒修福者于此章句能生信心以此为持当知是人不于一佛二佛三四五佛而众善根亦于无量千万佛所种诸善根闻是章句乃至于念生净性者须菩提如来悉知悉见
是诸众生得如是无量福德，何以不是诸众生无复我相人相众生相受者相，无法相亦无非法相，何以不是诸众生若心取相，则为着我人众生受者。若取法相，即着我人众生受者，何以故？若取非法相，即着我人众生受者。是故不应取法，不应取非法。以是亦故，如来常说汝等比丘，知我说法，如法欲者，法尚应舍，何况非法？须菩提，于意云何？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也。如来有所说法也。须菩提言：如我解佛所说意，无有定法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亦无有定法，如来可说？何以不？如来所说法，皆不可取，不可说非法，非非法。所以者何？一切贤圣，皆与无为法而有差别。须菩提，于意云何？若人满三千大千世界七宝以用布施，是人所得福德名为多。否？须菩提言：甚多。世尊，何以不是福德？即非福德性，是故如来说福德多。若复有人于此经中受持乃至四句偈等为他人说，其福胜彼，何以不？须菩提，一切诸佛及诸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皆从此经出。须菩提，所谓佛法者，即非佛法。须菩提，于意云何？须陀洹，能作是念我得须陀洹果。否？须菩提言：否也。世尊，何以不？须陀洹名为入流，而无所入，不入色声香味触法，是名须陀洹。须菩提，于意云何？斯陀含能作是念我得斯陀含果。否？须菩提言：否也。世尊，何以不？斯陀含名以往来，而实无往来，是名斯陀含。须菩提，于意云何？阿那含能作是念我得阿那含果。否？须菩提言：否也。世尊，何以不？阿那含名为不来，而实无来，是故名阿那含。须菩提，于意云何？阿罗汉能作是念我得阿罗汉道。否？须菩提言：否也。世尊，何以故？实无有法名阿罗汉。世尊，若阿罗汉作是念我得阿罗汉道，即为着我人众生受者。世尊，佛说我得无争三昧，人中最为第一，是第一离欲阿罗汉。我不作是念我是离欲阿罗汉。世尊，我若作是念我得阿罗汉道，世尊则不说须菩提是要阿兰那心者，以须菩提持无所行，而名须菩提是要阿兰那行。佛告须菩提，于意云何？如来其在燃灯佛所
于法有所得，否是尊如来在燃灯佛所，于法实无所得。须菩提，于意云何菩萨庄严佛土否否也？世尊何以不庄严佛土者？则非庄严，是名庄严。是故须菩提，诸菩萨摩诃萨应如是生清净心，不应主色生心，不应主声香味触法生心，因无所住而生其心。须菩提，譬如有人身如须弥山王，于意云何是身为大否？须菩提言甚大。世尊何以不佛说非身，是名大身？须菩提，如恒河中所有沙数，如是沙等恒河，于意云何是诸恒河沙名为多否？须菩提言甚多。世尊，但诸恒河尚多无数，何况其沙？须菩提，我今时言告汝，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七宝满布尔所恒河沙数三千大千世界，以用布施，得福多否？须菩提言甚多。世尊，佛告须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于此经中乃至受持四举义等，为他人说，而此福德胜前福德。复次，须菩提，虽说是经乃至四句记等，当知此处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皆应供养如佛塔庙，何况有人竟能受持读诵？须菩提，当知世人成就最上第一稀有之法，若是经典所在之处，则唯有佛。若尊重弟子，二十须菩提白佛言：世尊，当何名？此经我等云何诵持？佛告须菩提：是经名为《金刚般若波罗蜜》。以是名字，汝当诵持。所以者何？须菩提，佛说般若波罗蜜，则非般若波罗蜜。须菩提，于意云何如来有所说法否？须菩提白佛言：世尊，如来无所说。须菩提，于意云何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微尘是为多否？须菩提言甚多。世尊，须菩提，诸微尘如来说非微尘，是名为尘。如来说是界，非是界，是名是界。须菩提，于意云何可以三十二相见如来否否也？世尊，不可以三十二相得见如来。何以不？如来说三十二相即是非相，是名三十二相。须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恒河沙等生命布施，若不有人于此经中乃至受持四举记等为他人说，其福甚多。故尔时须菩提闻说是经，深解意趣，涕泪悲泣，而白佛言：稀有，世尊，佛说如是甚深经典，我从其来所得慧眼，未曾得闻如是。世尊，若复有人得闻是经，信心清净，
则生时想当之是人，成就第一稀有功德。世尊是实相者，则是非相，是故如来说明实相。世尊，我今得闻如是经典，信解受持不足为难，若当来世后500岁，其有众生得闻是经，信解受持，是人则为第一稀有。何以故？此人无我相、人相、众生相、受者相。所以者和我相即是非相，人相、众生相、受者相即是非相。何以不离一切诸相，则名诸佛？佛告须菩提如是：如是若不有人得闻是经，不惊不怖不畏，当知是人甚为稀有。何以不须菩提如来说第一波罗蜜？非第一波罗蜜，是名第一波罗蜜。须菩提，忍辱波罗蜜。如来说非忍辱波罗蜜。何以故？须菩提，如我习为歌利王歌劫身体，我于尔时，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受者相。何以故？我于往昔劫劫之解时，若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受者相，应生嗔恨。须菩提，又念我去于500世作忍辱仙人于尔所事，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受者相。是故须菩提，菩萨应离一切相，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不应主色声心，不应主声香味触法生心，应生无所住心。若心有住，则为非住。是故佛说菩萨心不应住色不施。须菩提，菩萨为利益一切众生，应如是不施。如来说一切诸相即是非相，又说一切众生则非众生。须菩提，如来是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不狂语者、不异语者。须菩提，如来所得法，此法无实无虚。须菩提，若菩萨心住于法而行不施，如人入暗则无所见。若菩萨心不住法而行不施，如人有目日光明照见种种色。须菩提，当来之时，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能于此经受持读诵，则为如来以佛智慧悉知是人、悉见是人，皆得成就无量无边功德。须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初日分以恒河沙等身布施，终日分布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后日分亦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如是无量百千万亿劫以身布施。若不有人闻此经典，信心不逆，其福胜矣。何况书写受持读诵为人解说。须菩提，以要言之，是经有不可思议、不可称量无边功德。如来为发大圣者说，为发最上圣者说，若有人能受持读诵广为人说，
如来悉知是人，悉见是人，皆得成就，不可量，不可称，无有边，不可思议功德。如是人等，则为赫丹如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不须菩提？若要小法者，着我见人见众生见受者见，则于此经不能听受读诵为人解说。须菩提，在在处处若有此经，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所应供养，当知此处皆因恭敬作礼围绕，以诸华香而散其处。复次，须菩提，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读诵此经，若为人轻简，是人先是罪业，因堕恶道，已经是人轻贱故，先是罪业则为消灭，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须菩提，我念过去无量阿僧祇劫，因然登佛前，得值八百四千万亿那由他诸佛，悉皆供养成是无空过者。若复有人于后末世能受持读诵此所得功德，于我所供养诸佛功德百分不及一千万亿分，乃至算数譬喻所不能及。须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于后末世又受持读诵此经所得功德，我若据说者，或有人闻，心则狂乱，狐疑不信。须菩提，当知是经已不可思议，果报已不可思议。故尔时，须菩提白佛言：世尊，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云何因住？云何降伏其心？佛告须菩提：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当生如是心：我应灭度一切众生，灭度一切众生已，而无有一众生是灭度者。何以不须菩提？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受者相，则非菩萨。所以者何？须菩提，实无有法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须菩提，于意云何？如来于燃灯佛所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否否也？世尊，如我解佛所说意，佛于燃灯佛所无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佛言如是。如是须菩提，实无有法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须菩提，若有法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燃灯佛则不与我受记，汝于来世当得作佛号释迦牟尼。一时无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故燃灯佛与我受记，作誓言：汝于来世当得作佛号释迦牟尼。何以不如来者？即诸法如意。
若有人言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须菩提时无有法，佛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须菩提如来所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于世中无实无虚。是故如来说一切法皆是佛法，须菩提所言一切法者，即非一切法，是故名一切法。须菩提，譬如人身长大，须菩提言世尊如来说人身长大，则为非大身，是名大身。须菩提，菩萨亦如是。若作是言，我当灭度无量众生，则不名菩萨。何以不须菩提时无有法名为菩萨？是故佛说一切法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须菩提，若菩萨作是言，我当庄严佛土，是不名菩萨。何以不如来说庄严佛土者，即非庄严，是名庄严。须菩提，若菩萨通达无我法者，如来说名真是菩萨。须菩提，于意云何如来有肉眼否如是？世尊，如来有肉眼。须菩提，于意云何如来有天眼否如是？世尊，如来有天眼。须菩提，于意云何如来有慧眼否如是？世尊，如来有慧眼。须菩提，于意云何如来有法眼否如是？世尊，如来有法眼。须菩提，于意云何如来有佛眼否如是？世尊，如来有佛眼。须菩提，于意云何恒河中所有沙，佛说是沙否如是？世尊，如来说是沙。须菩提，于意云何如一恒河中所有沙，有如是等恒河，是诸恒河所有沙数，佛世界如是名为多否甚多？世尊，佛告须菩提，尔所国土中所有众生若干种心，如来悉知。何以故如来说诸心皆为非心，是名为心？所以者何须菩提，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须菩提，于意云何若有人满三千大千世界七宝以用布施，是人亦是因缘得福多否如是？世尊，此人亦是因缘得福甚多。须菩提，若福得有时，如来不说得福得多，以福得无不如来说得福得多。须菩提，于意云何佛可以具足色身见否否也？世尊，如来不应以具足色身见。何以故如来说具足色身，即非具足色身，是名具足色身。须菩提，于意云来可依据足诸相见否否也？世尊，如来不应以具足诸相见。何以故如来说诸相具足，即非具足，是名诸相具足。
菩提，汝悟为如来作是念，我当有所说法。莫作是念，何以不作人言？如来有所说法，即为谤佛，不能解我所说不。须菩提，说法者无法可说，是名说法。二十，会命须菩提白佛言：世尊，颇有众生于未来世闻说是法，生庆幸。否佛言：须菩提，彼非众生，非不众生，何以不须菩提？众生，众生者，如来说非众生，是名众生。须菩提白佛言：世尊，佛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无所得也。如是，如是须菩提，我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乃至无有少法可得，是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复次，须菩提，是法平等，无有高下，是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亦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修一切善法，则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须菩提，所言善法者，如来说非善法，是名善法。须菩提，若三千大千世界中所有诸须弥山王，如是等七宝具，有人持用不失。若人以此波者波罗蜜经，乃至四句偈等，受持读诵为他人说，于前福百不一，百千万亿分，乃至算数譬喻所不能及。须菩提，于意云何汝等悟会如来作是念，我当度众生。须菩提，莫作是念，何以不识无有众生如来度者？若有众生如来度者，如来则有我人众生受者。须菩提，如来说有我者，则非有我，而凡夫之人以为有我。须菩提，凡夫者，如来说则非凡夫。须菩提，于意云何可以三十二相观如来否？须菩提，言如是。如是以三十二相观如来。佛言：须菩提，若以三十二相观如来者，转轮圣王则是如来。须菩提，白佛言：世尊，如我解佛所说意，不应以三十二相观如来。二十，世尊而说即言：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须菩提，汝若作是念，如来不以具足相不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须菩提，莫作是念，如来不以具足相不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须菩提，汝若作是念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说诸法断灭相，莫作是念，何以不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于法不说断灭相。须菩提，若菩萨依满恒河沙等世界七宝不施，
若复有人知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此菩萨圣前菩萨所得功德。须菩提，一诸菩萨不受福德故。须菩提，白佛言：世尊云，何菩萨不受福德？须菩提，菩萨所作福德，不因贪着，是故说不受福德。须菩提，若有人言如来若来若去若坐若卧，是人不解我所说意，何以故？如来者，无所从来，亦无所取，故名如来。须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以三千大千世界碎为微尘，于意云何是微尘？众名为多否甚多？世尊，何以故？若是微尘众实有者，佛则不说是微尘众。所以者和佛说微尘众，则非微尘众，是名微尘众。世尊，如来所说三千大千世界，则非世界，是名世界。何以故？若是解实有者，则是一合相。如来说一合相，则非一合相，是名一合相。须菩提，一合相者，则是不可说。但凡夫之人贪着其事。须菩提，若人言佛说我见人见众生见受者见，须菩提，于意云何是人解我所说意否？世尊，是人不解如来所说意。何以不？世尊，说我见人见众生见受者见，即非我见人见众生见受者见，是名我见人见众生见受者见。须菩提，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于一切法应如是知，如是见，如是信解，不生法相。须菩提，所言法相者，如来说即非法相，是名法相。须菩提，若有人以满无量阿僧祇世界期保持用不施，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发菩萨心者，持于此经乃至四句偈等，受持读诵，为人演说，其福胜彼。云何为人演说不取于相？如如不动，何以故？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佛说是经已。长老须菩提，及诸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信受奉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真言：南无婆伽伐帝波那让波罗蜜多依梵依利比依室利输婆陀提舍耶提舍耶沙婆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唐三藏法师玄奘译，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胜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胜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
不增不减。师父，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无明亦无无明净，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净，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亦无所得故，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三是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不说般若波罗蜜多咒，即说咒曰：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般若波罗蜜多清净流通本